脏脏的，正常的。好可怕，我的姐姐。你帮我扣好不好？别扣。我帮你扣好吧。我会扣很紧，然后我就。刘今天要来挑耳环，因为耳环应该已经可以换了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看有什么耳环可以买哦。走了，哇，这个很可爱呢，你看，我们刚刚有在楼下买了一副了，哎，那很可爱呢，你看，这蛮可爱的，是那个小老鼠，那个宝宝会变成老鼠，有看到喜欢的吗？觉得这个蛮可爱的。想要是不是？先把这个这卡也装进去了，你想要的直接都装进去了。我们回来了，第二天的。那我们来展示一下，我们买了些什么耳环给大家看哦。我们去成品，然后还有去成品旁边的小店，都有买了一些。这个是 Mini Gold 的。我们在很多家，然后这个是 Barken， 知道吗？我们最多的是在这间买的。Barken， 对，这一间我们买的最多。然后妞妞还有另外买了一个小项链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十字架的，然后这个都是纯银的，所以没有戴的时候都要收集在这个袋子里会比较好。这一副是这样子的，这一副是医疗钢，它是这样开。然后扣回去，这个也可以带去学校吗？这种的可以吗？这个很可爱的，里面有五个，它有附银的扣跟这个细胶扣两种。这个是这样子的，它是星球系列，所以有月亮、星星、星球，还有一个是月亮的。然后这个我们是在旁边的小店买的，这是纯银的。925纯银，然后它上面是罗马字的12345，然后我们觉得也还不错，是这样开的，嗯，这个好像是450，然后这边的大概都是400多块吧，好像也没有到非常贵，这个580，这个是送的戒指，这一个。这个的话是450，这个五个一组的我忘了是多少，好像也是400多的样子。然后这个十字架的是480，所以其实没有到非常贵。这个的话是750，这个也是在 Barkenza， 这一个的话是680，这个比较贵，但是这个很漂亮，它是这样子立体的，嗯，很美，而且有极光，非常漂亮。这个是在一楼买的，比较贵。这个的话是纯银，它是一个星球跟月亮。其实这个跟这个里面的有点像，只是它这个有水钻更美一点，比这个又更美。然后这个是我们后来在三楼还几楼买的，它是 Silver Twinkle， 这个多少钱？你忘了？好像也是400多块，纯银的。妞妞非常就是喜欢星星啊、月亮这些星球的，所以她又买了星星的。那这家很贴心，还要附酒精棉片给你擦拭。那这个我们是在网络上买的，这个是别针，它是也是整个是925纯银。那戴的话，它会勾在这个地方，所以它是像真正的别针一样的打开方式，然后从这边穿过去，然后扣过来之后，它会是这样子。耳垂的地方在这边，这是下面。所以我们一共有几副？8，加那个9副吧。那我们今天要来换耳环，我要选一个环，选一个就好。你要选一个可以带去学校的。是的，这个吗？这可以带去学校，可以哈，你确定？还是这个？那个也可以啊，你确定好之后，我们要先帮耳环先消毒。嗯，我要戴这个吗？这放心，有激光的。好，那你先消毒它，然后你再把它倒在卫生纸上面，可以可以，然后喷一喷酒精。擦好就放旁边，把它转下来。抓着前面，慢慢的转，有旋转动的感觉吗？多么转后面的球，不是转前面。你有转动吗？有。OK， 好，拉出来。可以了。可以啊，为什么不能呢？拉吧。为什么可以？轻轻拿出来，不会痛啊，对不对？好恶心哦！啊，拿会痛吗？不会啊。不会痛了，对不对？哇，你拿下来了。那你可以把旧的清理一下，它里面有白白的，对，白白就是你的那个肉。哎呀，我看一下你的洞，好恶心哟，很大的洞，
对，那你要我帮你穿一边试试看吗？因为我怕你不敢。不敢呢、啊。耳朵要消毒吧？这个不会痛吧？不会啦。耳帘呢？哦。有吗？这两边都擦了。擦干净。把耳环擦进去。然后这样呢？哦，好好油。对对对，很油的话就很滑，不要，你要让它滑滑的。它会吸到我皮肤。你要让它滑滑，吸到没有关系啊，因为我说它会吸收吗？凡士林本来就是可以碰皮肤的、啊，你一定要滑滑的才好放进去啊，慢慢的垂直放进去。哦，好大个！哇塞，好大个！看一下，好好看哦。有感觉吗？无感觉啊。好美哦，越来越美了。哎，把那颗痘痘扣上。针在哪呢？你要摸一下，习惯一下，因为你要自己会换啊。这个东西你手这样拿，然后这样，对。哦、oh. ，你一只手摸到针，你就知道它在哪了。往后，嗯，往后拉一点点。很紧。你刚刚压太下去了，是不是？那你把它拿出来，我拿出来一些了。帮我拿出来。这样会太紧吗？我没感觉。那就是不会嘛。那、啊、你现在可以再换另外一个了。就这样吧。好好玩，我还是好害怕。第一次自己换耳环呢，你好厉害哦！我第一次都自己不是自己换的。第一次外婆帮我换，我自己不敢碰，就很可怕。你居然敢自己摸，太强了！转哪里了？到底后，越转越紧。转得越紧，就要另外一个方向才是转松啊。这样子的呢？没有感觉啊。那我帮你好不好？啊。你可能手顺的问题，那边你比较不顺。好，然后你抓住前面。哦，比人换更可怕，好不好？那、啊、你要不要自己拉出来？啊？下来了。慢慢拿出来。哦，你可以洗一下它，然后你先清理耳朵，用酒精前后擦一擦。为什么要一直吐？我觉得很可怕，不觉得吗？前后擦一擦。好冷啊！我这样子会不会大家穿的不敢换？然后用耳朵？不会啊，你会痛吗？请问一下，不会痛吗？不会，那就没事啊。好，然后，呀，脏脏的，正常的。好可怕，好多结痂。没关系，因为已经好了，不用怕，消毒干净就好。我看看结痂，都会有啊，这就是结痂，没有关系。来，这个拍一下怎么穿那个，就是你现在在弄什么？你现在在把在搓苹果。你那一根耳针有消毒，消毒好之后，再把它浸泡，再凡士林一下，让它多一点，比较滑。放直直，不要斜斜的，垂直的进去。对，垂直进去啊，慢慢。你觉得有阻力就停一下，休息一下。过去了。OK， 然后把它扣紧。哎呦，这个地方最可怕，我扣很紧。你帮我扣好吧，不要快。我帮你扣好吧。我会扣很紧，然后就、啊。哎呦，我还是自己用好了。你自己慢慢一点一点推。你看这个，它会咔。对，会咔一下，所以你不用怕，其实也不会痛。会痛。咔一下的时候会痛吗？会啊。咔一下之后，你再慢慢把它拉出来一点，拉到你不会痛。大概就是我夹太紧。它只是夹住的感觉，它不是真的痛。找到之后慢慢。找到洞了，我的天哪，我要咔。对，咔呀、啊。不怕。不用怕，你刚刚已经装一个过了。你以后常常换来换去的，你要习惯的。都是这种吗？都这种啊。不，你为什么不设计一个不痛的？这个细胶的容易掉。圆形的。圆形的也很好啊，圆形的它是用转上去。我以后都买圆形的了。那你要看有没有圆形刚好你喜欢的样子。我现在很害怕，我现在不敢穿。那我帮你。可是你更可怕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卡。啊！你要三二一。啊！怎么了吗？有夹到吗？没有，就这样而已啊。你现在耳朵会不舒服，胀胀痛痛或干嘛吗？没有，我现在还是没感觉。那就是你的耳洞已经完全好了。这是假的，那么厉害，保养太棒。那你把这个洗干净之后放到袋子里。这是你第一次戴的耳环呢，它跟了你多久？两个月。两个月，然后我们把它清理干净。好大哦，我不晓得。你要换，你全部都是很大的。完蛋，对，你全部都很大，你只有原本戴的那个是最小的，没有关系啦，习惯就好了。你之后会越戴越大的，相信我。你下次可以尝试戴圆形的，圆形的很棒，因为圆形的后面可以清理得到，就是你也不用常换，因为这些全部都是可以戴着洗澡的。我有问过老板。有没有棉花棒？这里有好多耳屎。不是，应该是结痂，你把它擦干净就好。我耳朵现在感觉像刚打开耳洞。会痛吗？不会啊。
新的一个，有重重的感觉，它比较重，不会。这白白的就是之前穿耳洞的时候的可能一些污垢。来，耳朵拨开我看看。我觉得它觉得好大。是吗？我看一下，其实不会很大啦。布灵布灵。哇，那也还好。还好啦，因为你又有头发。哦，好美哦。另外一边我看一下。很大，看。不算非常大。就我现在粘了两颗正方形，喜欢吗？耶！来左边右边转一下，哇，有自信啊！你看我到现在，我头牌都很亮，我晚上不会失踪了。我怎么就啊？要有一个展示的感觉，哎，展示一下，布灵，耶，布灵，你的脸奇怪。好了，这是喵喵今天挑战自己换耳环，很厉害。要帮他锁那个东西，他都是自己拿起来的，然后自己换上去。你想看我换哪一个呢？之后我们可能可以 po 在 IG， 那再来投票，顺便介绍这个。这也是纯银的，你看又是星星跟月亮，就是非常的喜欢星星跟月亮。怎么了？我们里面最贵是这副，你居然没有先要戴它，太亮吗？你竟然说它太亮，它最贵。那你说我耳朵上这个算这么亮？那个不是最贵吗？这一副多少钱？六，比你第一副便宜啊，第一副1800嘞。哦，看看，很配我的耳环。对啊，很配。你要戴那个星星，应该要戴这个星星的、啊。星星。可是我现在不想再换。好啊，那就先不要换。它是什么的？它是塑胶的。为什么会配塑胶的？啊嘞，为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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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鬼？对啊，它怎么没有配银的那个扣扣？所以也可以自己去买银的。可以。好了，那就是今天的分享，你们去买了新的耳环，还有挑战自己换成功。Nice day。喜欢看这类型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哦。对，拜拜，谢谢，拜拜。对啊，我们不是要来找耳环的吗？我们不是要。找耳环的吗？为什么我们不是要买耳环吗？为什么跑来买这个耳环呢 ？Hello Hello， 我们要找耳环哦，好像走错棚了哟。